可是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上。我跟你说了多次了，罗成这次来，你作为副师长也罢，作为副书记也罢，一定要用双倍的热情去支持他。处变不惊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嗯，不抽了，嗓子疼。我知道，你对罗成有意见，那是冲着我来的呀。世上这次调整领导班子，这是省委的决定嘛，这你最清楚。我是力荐你当这任市长的，那作为副市长，这几年在天州所做出的贡献，那是有目共睹啊。何况你今年46，我47了。那也不大嘛，只要我们这一届新领导班子能够团结一致，把天州的工作搞上去，还是有机会的嘛。我还有件事情要问你，你那个小舅子出的那本《天州自古有英雄》，我当时题写书名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嘛，那是一本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。可是怎么搞的，让他们搞成了一本非法出版物？我还听说怎么还想从中谋取私利，太不像话了。罗书记，杨军他们干的事情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什么有关系啊？我在常委会上多次强调，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亲属，绝不能让他们借助我们手中的权力去干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你别跌，紧紧跟着大的节哀乐，收起身，收起魂，收起梦，真要认真。小陈，你是说什么事儿？你们村长和书记呢？计划生育的。不是收费的，也不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打井队的。我们村长吩咐我在这儿等你们。他人呢？村东头二娃牵了个胖小子，他到他家吃酒去了，带我去找他。好，走。今天什么日子？怎么村委会一个人都没有？村里里头人都到前面看社火去了。啊，这是谁的车啊？是吧？我们的车。是不是让你们司机闲着咱们一块儿去？切，什么司机啊？新来的市长。哎，那我不知道，那我不知道。啊，走走走。万书记。都等了3个小时了，罗市长会不会不来了？不会，再等。万书记，外面太冷了，要不咱们到村委会等吧。知道，龙书记为了迎接罗市长走马上任，在大冷天里冻了一个多小时。咱们就是在这儿等上一天，就算得了什么？啊，也就是村长，你这是干啥？啊，市长他们到烧娃家去看看。哎，王叔。你看你的牛，把树都啃成啥了？我让你啃，我让你啃。
你以为你是干部，想吃啥就吃啥啊？大叔，听这话，对干部有点意见。养鸡为了下蛋，养牛为了犁地，养干部为了干啥？为了致富。可我们没富啊。大叔，说啥呢？哎，我不说，我不说还不成？罗市长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双马甲。这是乡上的车？不是，是报社叶记者的车。叶梅？双马他爹在家吗？罗市长。叶记者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是来？啊，我是来采访的，为那本非法出版的。啊。你是双马？嗯。几岁了？十岁。你爹呢？在炕上。我老爹，市长来看你来了。同志们，别动。谢谢。双娃跟非法出版物有关系？因为买不起这本书，学校的老师不让他上课了。有这事儿？对，这本书定价28块钱，对于这些农村的穷孩子来说，实在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。罗市长，你来看。双娃家本来就穷，隔壁盖房子占了他们家的宅基地，为了打官司告状，把他们家闹得家破人亡。吴村长，村里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你这一村之长为什么不及时处理？罗市长，不是我们不管，我们管不了。你不知道，这间房子的主人是我们乡上的副乡长张虎林。找张虎林。张乡长出呀。催什么催？你们不懂，这打麻将也跟混官场一个样，哎呦，盯上家卡下家，不让对家胡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梁平，